你要扯到脚吗？才真的才真。耶，我们现在准备好了，然后要出发去 Jacky 的婚礼啦。星期天，也就是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日啦。然后现在我要出门去到我大哥的新家，因为今天早上我大哥大嫂就搬家了，所以今天要去看他们的新家到底有多漂亮。回到家了，现在大概是晚上的10点左右。然后呢，今天就过得非常的轻松愉快啦。然后大家都看到，哎，其实我平时在家是有下厨的。平时呢，如果是第二天要上班的话呢，我也会尽量的在晚上10点就睡觉。你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哎，到晚上一定是 battery low 了的。希望2019年呢，我可以有一个像 Catherine 这样子的身形，还有就希望自己各个方面的可以更进步啦。然后也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平安，
也希望自己可以更积极的去经营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。 如果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，记得去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， 还有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 当然你可以留言一下希望看到我拍什么样的影片啦，也希望勾选越做越棒了。